欢迎下一组对决的学员。老师好，老师好，大家好。哇，央金，你今天好特别，今天好漂亮啊！谢谢。来，为我们带来什么歌？《回到拉萨》这首歌。哇哇！来，请开始你们的表演。拉里谢耶。回到拉萨，回到了布达拉，回到拉萨，回到了布达拉宫。在雅鲁藏布江把我的心洗清，在雪山之巅把我的魂唤醒。回到拉萨，谢谢谢谢两位，好特别的一个搭档组合哈。拉萨是藏族同胞心中的圣城，而对于建房来讲，唱着一个西安人写的歌，对对，真的很特别的一个组合。我们先请现场的200位观众来做抉择，请选择。目前王建房以35.88%暂时领先央青卓嘎的16.12%。谢谢。我们一直都非常非常喜欢建房的歌声，我觉得今天也没有特别的意外，建房一如往常表现得非常的好。谢谢。但是我今天更感动的是央青，我第一次看到央金这么的摇滚，特别是最后面的时候的高音，我鸡皮疙瘩都起来。我今天想把这一票给央金。谢谢。接下来齐哥，我觉得刚刚 Vian 说的蛮对的，就是在惊喜度来说，哦，央金今天让我们看到，哎，有很大的一个反差，然后跳脱了民族的音乐，融入了流行摇滚里面。我要把我的这一票投给小齐老师的12%的权重，也给到了央金卓嘎，所以在这一轮央金卓嘎暂时
反超建房。那我们来听听看小四。其实刚才那场比赛我并没有很难以取舍，因为我自始至终我就在听一个声音，我都在期待着听到他再次开口来演唱，他就是央金卓嘎。谢谢老师。韩红老师，你的12%权重给到谁？就这个舞台上，就今天而言，这首歌央金卓嘎赢了，所以这票给央金。央金卓嘎赢下这一阵，而建房可能要离开我们的舞台。建房在此时此刻有什么话要对支持你的朋友说？因为我从事音乐已经20多年，我从来没有参加过任何的比赛，但是我今天站在这个梦之声的舞台，让更多的人来认识了我，来了解了陕西的秦腔摇滚。我觉得我这一次不虚此行，我觉得我好像没有给陕西爷们丢脸。我也特别感谢四位导师对我们中肯的一个点评，谢谢谢谢。特别特别爷们儿的一个感言哈。卓嘎有什么话要送给你的王大哥？在之前我们在空闲的时候，他给我听了他的原创，我记得那一首歌我感动得哭了。我觉得你的音乐是可以打动人的，所以你要坚持你的音乐路。我希望你要做出更好听的音乐，西腔音乐。好的，没问题。我可以有一个小小的请求，在你离开这个舞台之前，我想再听，可以吗？可以。我也想听，我没听过。我给大家吼上两句秦腔。因为秦腔就是我们血管里的血液，是我们骨子里头的东西。我们支持中国摇滚。再见。我们请王建房在星光之路上带走他的梦想星光。卓哥加油。更多独家视频尽在乐视视频 APP。